好了，继续上前线当鬼子。英姐，你这么关心他，是不是看上追生哥了呀？啊？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们不信，让你们瞧瞧啊。你就在我家安心住着，把身体养好了。老魏叔，我在你家呀住了大半年了，多亏你和乡亲们的照顾，我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。哎，这小鬼子闹腾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老魏叔，小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尾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八路军在，早晚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。
掩护你们的安全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中国人。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，中国人民是多么伟大，我不会忘记你们。我也会告诉我的孩子们，是中国人救了我。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，中国人，我爱你们。你是我的朋友。